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还不收袋？快了，快了。哎，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摆件切的。摆件、哦，这种品质的摆件？对呀、啊，一百万切的。这摆件有多大？这有这么大。好像几百万也不贵耶，这种品质。对呀、啊，品质很高的。哦，上面雕一个如来，这两个是飞天的，那两个。这个给价，你看对不对？你说的墨西哥长口雪花棉的。我不要，它底子太黄了。但是那一个，我吃完价我去平州，你就把它卖掉了。卖差不多了。我差不多，那就生意好嘛。反正有合适的我都会发给你，这个也给价，不过这个不温柔。这个不温柔是多少？看多少？三万。这个给了九万多。啊，就是嘛，你让我给价。今天没收获。没有收获，已经几天没有收获了。这个不能作为一年。这个一年。一年之间。你们现在设计都好厉害了。看看，有点味道哦，干了一点点。三千。看得远是吧？远就放下。你这些料子应该是很多节阳下来的小伙子嘛，肯定就是价格的问题。反正这些肯定适合的。这个对吗？这种粗一点，什么价格？两个二十。两个二十万，漂亮。我们要有特色的哦。不知道，随便看呢、啊。谢谢、啊。这个是翡翠吗？对，这个是翡翠。咦，雕的是啥？六万。这跟我那个女娲补天的同一块料的。女娲补天，名字起的不错。上面这绿色的做成石头，然后呢，这个有点直立的，就做一个女娲。对、啊。放上最勤快的，好好研究一下。我在等你帮我开张啊。那要合适的。看看玩手机，玩的头晕。不要玩太多，这是一起的吗？啊，连在一起。这卖多少钱了？那开一万六。这个原来是放中介的。嗯，很好。这边变种啊。变种。对呀、啊。那没有吧？在这里啊，很明显的看得出来。这里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这大声的变种。我以为它是有点那个脏。不是，它没有脏，你看纯的很。啊、变种，这个静静一点的卖价嘛。你说。我看四千块钱。那没有。就是嘛，那差多远？你好好给嘛。我记得你以前好像帮我买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市场上我看过，我就买了，我就走，我哪里会记得？哦、你这两个卖多少嘛？你看人都走完了。这个我朋友换这里的，他没跟我说卖价，你好好看嘛，好好看，能问我吗？你先问他，之前你先问他。那没得搞的。五千，那没得搞就算了。你要问你就问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卖了呢。不是我不帮你问，他这个本钱也不便宜啊。好吧，还是没缘分。有些时候给的价格太低了，那些中介为什么不问？那其实我想过了，有其中一种。不要八千，我不要。他有些时候就是说，他帮人家卖货，如果价给的低，就问人，就是怕人家下次货不放他这里，他自己又没那么多货源，就要靠帮别人代销嘛，那就需要有人来这里放货。一般来说，他们自己心目中有个价的嘛，给的差不多他才会问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